哎，周星驰是吗？哎，你好，周导，周导你好，怎么着？你让我拍《大话西游八》是吗？啊哈哈，行行，怎么着？让我演那紫霞仙子是吧？啊，行，没问题。怎么着？还缺个演员是吧？啊，缺个演员演至尊宝是吧？我就问问啊。哎，你好，有没有演至尊宝的？周星驰演至尊宝给3000万，这边有没有参加至尊宝决策的有吗？没有是吧？没有，下车了啊。周星驰在车上等着我呢。卡卡西，奥利瓦，马奎塔鲁塔，不啊，科纳马诺，米德米德亚鲁马卡，耶，莫埃吉多。你看，这个就是用这几个词组成一句话呀。妞妞，我的是朋友。比如说，妞妞是我的朋友，对不对？那你组一个。朋友，妞妞是我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，你等多少路啊？37路。等多少路啊？37。多少？37路，前九七。啊，37路。怕啥呀？我没事，我怕这玩意儿，等多长时间了？2周没来。37路这么慢吗？37路，是吗？啊，我那个请你看场电影啊，吃饭去啊，啊，那你等会儿去吧。哎，老弟，哎，老弟，你车走了，哎，快点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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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